后脖子僵硬了，哎，感觉后脖子僵硬了。哦，我又看到那个，天上的那个空间站了啊，前面斜着，后面勾，哎，空间站了，空间站了，空间站有一个往下，往下移动的气势啊，那个那些宇航员呢，脚拼命蹬着。不让他往下滑呀，不让他往下滑呀。他们觉得，这空间挂在线上，才是安全的啊，其他位置，都是不对的。就像那个汽车里边，就在汽车里边发生，危险的时候，只有同那个汽车共乘嘛。不能说把那个汽车扔了，人跑了。如果把那个汽车扔掉了，人跑的话，他感觉好像不是在自己的，选项之内。现在他们也是经过高度训练的啊，要把那个飞机把他们，星际飞机把他们，接回去，那才是正道。自己想办法，那都是外面邪道，他们也是经过高度洗脑啊，高度的训练以后，现在就这样了啊，现在这样了，也就是说现在好像，看来谁也救不了他们了啊，真的是这神仙也救不了了啊，真的看来神仙也救不了他们了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好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